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四百多年前，徐霞客游历黄山，见大小奇峰72座，113瀑24溪，惊叹不已，竟发出了登黄山天下无山的感慨。这里是名山大川闻达天下的安徽。长江淮河再次横穿而过，既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清而柔和之优美，也留下了惊涛拍岸之豪情。由此南北文化再次汇聚交融，万千思潮孕育而生，奇袅袅，四海名扬。勤耕与读，我们善以诗书传家；古而好儒，我们恒以诚信待人。我们在白墙黑瓦间描摹着亘古不变的性格底色，我们在笔墨纸砚里找寻着名满天下的诗韵风流。舟来车往，是谁开启了免税通行之路？定国安邦，800年壮志梦断何处？聚族而居，是什么坚守着家与国的生生不息？潮涌江淮，刚柔并济，安徽博物院邀您一起乘古拓今，锚定未来。